进入美食村主播大脑，有小王子、奶茶、汉堡，就先进入小王子的大脑吧。哎，奶糖，为什么先进我的大脑啊？因为你的大脑有两个人呀。哇塞，小王子的大脑里面这全是果冻，这也太秀了吧。谁说我的脑子里全是果冻了？明明还有游戏机好不好？确实这么多游戏机，难怪平时小王子玩游戏那么厉害，原来是勤加练习的缘故呀。哎，这里有两个箱子。奶糖，这个不可以开，你要是敢开以后你就别住美食村了。嘿嘿，你不叫我开我偏要开，这里面肯定是小王子的秘密，小伙伴们，这是我的扣印。我爱创造，这是啥秘密啊？因为我喜欢建房子呀。好了，奶糖，你已经把我的秘密看完了，赶紧走吧。不对劲，小王子这么急赶我走，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秘密。这下面还有个箱子，打开来看看。我爱果冻。哎，这太肉麻了吧，小王子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臭奶糖，你以后别来美食村了。妈呀，快跑。第二个是奶茶的大脑。哎，奶茶的脑子里怎么有这么多箱子？难道是汉堡的私房钱？打开来看看。原来都是小裙子，这么多小裙子，偷偷拿点送给柚子，奶茶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臭奶茶！奶茶，我可没有偷你的裙子，是汉堡。是吗？这个臭汉堡，看我怎么教训他！还好我聪明，差点小命就不保。哎，奶茶的脑子里怎么还有个锅？当然是我的做饭啦、啊！谁不知道我奶茶是美食村做饭最好吃的？我看是就会做黑暗料理吧。奶茶的技术堪比九转大肠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上当。臭奶茶，你说什么？这也是汉堡说的。好啊，这个臭汉堡竟然敢在背地里说这么多坏话，等一下看我怎么教训他。哎，这还有个秘密，看看有什么。只要我装得凶一点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。奶茶，原来你的母老虎形象是装出来的。谁装？我可没有，我要教训臭汉堡去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奶茶是装出来的吗？第三个是汉堡的大脑。我去，汉堡的大脑里竟然全都是零花钱。哎，这边还有个秘密。其实奶茶对我很好，那些只不过是剧本而已。原来奶茶母老虎的形象真的是装的，嘿嘿，以后我可不怕他喽。哎，等等，这里怎么还有个小房间啊？我去，里面竟然全都是漂亮的小姐姐，这要是被奶茶知道的话，汉堡估计得嗝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奶茶，帮汉堡守住这个秘密哦。